Love.hk 爱上广播剧，爱没有不对。第四集 After All。诶，唔该，喂，等埋，等埋，等埋。早晨，早晨。喂，咩啊？你望下几点？八点二。八点二。喂，咩啊？你望下隔篱。哦。点解你冇反应噶？我咪饿咗咯。八点二，八点二，我企喺你隔篱一齐搭 lift 翻工。哦。开会见。咩事？开会。开会？喂，你昨晚约完，头先出 lift 嗰阵你自己讲嗰个啊？哦，系啊，系啊，系啊，坐啊，我嚟倾。Hudson Greek。啊，系啊，个 draft 咧。draft？ 你自己话你自己做咗个底先噶嘛？哦，喺个电脑度。未 print， 等等，等我 print 出嚟先。喂，做咩唔喐噶？你等一阵，你唔好揿得咁快啦。边关事啫？你睇下，搞错啊，咁轻机嘅。啊 ，IT Ronald 几多电话？250。哇，你咁熟嘅？每个女人喺 office 度咧有两个电话，一定要好好记住。边两个？一个系你老细，另一个就系电脑同事。喂 ，Ronald 啊？到啊！喂，麻烦你过嚟睇睇我部 notebook 得唔得？唔知点解轻机啊？咩啊？点解啊？而家啊？喂，其实你不如试下睇下 restart 部机会唔会有啲帮助噶嘛？啊，得啦，等 IT 过嚟搞。咁我哋依家你哋出翻去先啦，我转头再嗌你哋。Hello， 喂，帮我闩闩门啦，唔该。提你两点三要同 sales 嗰边开另一个会 ，OK？ 哇，你老板今日做咩咁火啊？佢好少咁噶喎。唔知喎，你咪带佢出下火咯。我绝对唔去呢啲地方嘅，我最爱就系屋企。喂，系，你煲啲乜乜草俾佢下火咁啦，咁咪得咯。你哋啲男人会饮呢啲嘢嘅咩？最怕你唔煲嘅啫。都好。喂，早晨。啊，早晨，咁早嘅？我起身见到你寻晚个 message， 咪打俾你咯。做乜夜妈妈唔瞓啊？瞓唔着啊嘛。哦，系咁啫咩？系咁咋？仲会有咩？冇啊。秋啊，我挂住你，好想见你。而家食 lunch 啊？食 lunch 都可以嘅。你想食咩？越南嘢好冇？啊好啊，我公司附近啊，有间 OK 噶，我成日同阿华一齐去噶。一时口快，讲到出口唇边，你话阿秋听唔听到咧？好啊，今日星期三啊，嗬？星期三啊，不如去尖沙咀。你专登过去食晏啊？啊系、啊，不如我转头打翻俾你啊。阿岛啊，系。如果你唔方便，唔一定要食噶。啊，得噶啦，你俾我谂谂，我转头打翻俾你。OK， 拜拜。小姐，我帮你斟多杯水啊。唔该。你等埋朋友先 order 啊。啊，佢嚟啦。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迟咗。你叫咗嘢食未啊？未啊未啊。咁你想食咩啊？我要个 set lunch 得噶啦。哦 ，set lunch 系呢个啊嗬。啊，两个啊，唔该。OK，thank you。诶，唔好意思啊，原本话铜锣湾嗰间越南餐厅咧订唔到位啊。冇所谓啦，一样啫。同埋我踏实要走噶啦，因为有个会赶住要开。咁咪得翻七个字咯。咁食快啲啦。其实你唔使特登
赶过嚟同我食饭嘅。我真系想见你，就算系得好少时间啊。仲有啊，我有嘢送俾你。咩嚟噶？你拆开睇下咪知咯。颈链，多谢。我冇嘢回翻俾你。傻啦，唔使。点解送颈链嘅？无端端做乜买条链俾我啫？我行过见到几靓，咁咪买咯。多谢。你唔中意啊？唔系，但你唔好嘥呢啲钱好唔好？唔紧要啦，呢啲我仲俾得起。唔系咁啊，你明唔明啫？我是贪这些珠宝首饰的女人吗？我没说过你贪、啊、你买这些有什么用？我是想你不要成日转工，你找到钱可以买到楼。这样啊，为什么一定要买楼？是不是不买楼天会跌下来、啊、是不是会世界末日？不是买楼、啊、你当我说错了，是那份安全感、啊、什么安全感啊？你现在睡觉吗？没牙遮头吗？但你怕我天花板突然跌下来砸死你啊？你明不明啊？没事了。我就是不明你究竟想我怎样啊？杜先生啊，我不同你啊，一个人没人没物，我最好个妈要养的。我同你之间的事关你妈什么事？说到你就是嫌我没本事买不到楼给你嘛。我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喂喂，你去哪啊？走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吧去啊！这条颈链不是以前那条。为什么要这么记住以前的东西？我不是专登要去记，也没有专登要去不记得。只是无论好定不好的过去，我都想记住，因为就是有之前的东西才有今天的我。包括现在做的事。不好意思啊，要你咁急。唔紧要，你快啲行啦，迟到啦。咁我走先啦，我打俾你。嗯，阿赌啊。系。望住阿赌离开嘅背影，连阿秋自己都唔知点解有啲唔舍得，冲口而出就嗌咗阿赌一声，然后自己就冲上前揽住阿赌，然后放开。After all those spring showers,After all those winter chills, After all those autumn leaves, The sky is still blue. After all those sad loved me, 看电视啊，看的什么？没什么特别啊，求其看一下嘛。啊，我煲了腐竹白果糖水啊，煲碗给你啊。哦，好啊，唔该。那你坐阵先啦。嗱，唔该。啊，我买了些东西送给你。买什么啊？这里，你拆开来看一下就知道了。颈链，无端端做咩送条颈链俾我？冇啊，我行过见到几靓，咁咪买咯。无啦啦送嘢俾我，做咗亏心事啊！哇，有冇事啊你？咁都辣到嘴嘅？嗱，纸巾啊！啊，唔该。冇事啊嘛？啊，冇嘢冇嘢。你自己食完摆翻个碗入厨房啦，我入房先啦。嗯，心啊，嗯，你冇嘢嘛？冇嘢。
简直就嚟用完啦，要买啦。星盘下面嗰个柜有支新噶，头先系冲紧凉嘅时候，那个电话响过。哦，系咩？边个啊？我冇帮你听，嗱。唔该。你唔复翻人？冇咩特别，听日先复。瞓啦。Love.hk 爱上广播剧，爱没有不对。Mona 第一次见佢男朋友，系喺佢坐顺风车嘅时候。都唔算好耐嘅，一年多啲啲啦。你呢？你做咩噶？之后佢哋好快交换咗电话，两个人第一次约会系喺湾仔一间商业大厦28楼高，叫做 Prompidu 嘅餐厅。我听日要翻工啊。不过我想都可以喝少少的，你说试啊。他们在不够两个星期还去过洲际的 Spoon Sheraton 的 Oyster and Wine 和铜锣湾的岩浪。这个好吃啊，这 Tempura 一点都不油的。Mona 和男朋友第一次去旅行是去韩国滑雪。哎呀，我真的想不到啊。嗱，你说我明天应该学滑雪还是学 Snowboard 好啊？拍了两年几拖，他们还去过泰国、北海道和巴黎。为什么你这么厉害，每次都可以 upgrade 到去 business 的？ Mona 最近在大坑买过间楼，首期给了340万，全部是男朋友帮他出。我就这样要了你的钱，你会不会不方便啊？新屋入伙，客厅还摆了一盏很特别的天使灯。哇，这盏天使灯好靓啊，你在哪里买到的？我突然间觉得我是最幸福的女人。Susan， 你没事吗？好嘢，真的好嘢。那盏天使灯是我们搬新屋不要，放在入仓里面的。哼，他这样都不放过。嗱，你叫我查嘅嘢问嘅嘢，我知几多讲几多噶啦。岩浪，你知唔知道我同佢个个月都去噶？佢都够胆带佢去。我记得啦，九成嗰次去东京啦，又话有啲咩 conference 要开，死都唔俾我去。我都觉得怪噶啦，原来一个屈美十去咗北海道。咁你而家打算点啊？340万啊！结婚啲嘢又话呢样贵嗰样贵，冇钱，原来自己仲储咗咁多钱。点？我而家可以点啊？哼！你个阿赌同阿华一定知佢哋两个啲嘢啦。好嘢，仲瞒住我？都未必嘅，佢哋两个未必知道 Mon 嗱。我而家就打俾呢条仔问啦。唔系咧，你唔好啦。系朋友嘅，你就唔好嘈。喂喂，阿赌啊！Alfred 啊，系 Alfred 点啊？嗰个嚟我房 ，Alfred， 系入嚟啊，闩门。喂，你个 O&M 想点噶？你意思系？我俾你讲先啦。哦，佢哋先前话咧啲玻璃要深色啲嗰只，咁我话咧个期可能要迟啲，咁佢哋都 OK， 但系咧又厚咗，要计过晒啲价钱俾佢哋，我前日下就 send 咗过去噶啦。咁你写咗个咩价落去呢？23%，你贵咗23%，但啲货完全系一样都冇转到嘅。头先人哋打嚟直接问我啊，问我发生咩事，我俾人问到口都哑埋啊。Sorry， Alfred， 我去睇翻份 agreement 啊，我跟完之后再 send 翻俾你，可唔可以 pro 啲咧 ？Sorry 啊，出。素珊自己一个人走咗去，你惊唔惊佢有事啊？咁大个人可以点啫？绑住佢唔俾佢走啊？系啫，但系你头先见到佢讲，咪就系咯？你认为头先佢咁嘅样，你揿得住佢咩？Bella，你话阿赌同阿华系咪都知道 Mona 嘅男朋友系 Horace 啊？我点知啊？话我哋啲女人多秘密，你估佢哋啲男人少得过我哋啊？咁
你即系话佢哋都知啦。我真系唔识答你。如果是为了一个朋友而去呃自己的女朋友是讲得通的话，那为了自己而去讲大话瞒住女朋友就更加合情合理。回来了吗？嗯。今晚入房，你现在好不想见到我啊？你有什么事啊？我现在问你啊，你出面是不是有女人啊？咩啊？你谂咩啊？冇。我俾你讲多次。我话冇啊，冇啊，冇。咁银行入边个60万呢？去咗边啊？我咪话过俾你知咯，我借咗俾阿 Charles 买车啊。买车？咁你嗰份司机啦，你自己个280万啊？你又讲咩啊？咩280万啊？打开个层楼啊，首期340万啊。做咩啊？做咩唔出声啊？你不嬲好多古仔讲噶，吓讲唔到啊？你又去北海道浸温泉，又讲到自己去东京啦，仲话同阿 Charles 去 Bangkok， 咪入去滚咩滚啊？你讲得好听啲得唔得啊？你想点好听法啊？话你同 Mona 去拍拖，沙滩漫步，预知动物月啊？系啊，我知个女人叫 Mona， 我仲知道你将旧屋嗰盏灯啊送埋俾佢啊！你细声啲得唔得啊？你系咪坐到隔篱屋都听到晒啊？你怕你啲衰嘢俾人知咩？我系噶啦，我就系要咁大声。系啊系啊，你而家咩都知晒啦，你想点啊？你问我想点，我问你想点啊？而家系你要讲出嚟啊，系你要摊牌啊，你可以唔使话俾我知噶，咪继续结婚咯。你可以当咩都唔知噶。你而家当我乜嘢啊？你当乜嘢啊？你以为我一定会嫁俾你咩？我而家话俾你知，我唔会同你结婚啊！你记住呢句嘢系你自己讲噶。食得饭啊？食饭。今日苏珊有冇打个电话俾你啊？苏珊冇啊，咩事啊？咦？咁你真係未知喎？咩事啊？关于 Horace 噶。哦。同埋 Mona 喎。你唔问咩事嘅？你都諗住讲㗎啦。Horace 有第二个女人啊。嗰、那个係 Mona 喎。哦，係啊。点解你好似冇咩反应咁嘅？你係咪一早已经知㗎啦？你想我有咩反应啊？咁例如佢哋系几时识啊？点样识？你唔问嘅？你知道就自然会讲噶啦。佢哋一个系你下属，一个系你朋友，你真系唔想知道？自己啲嘢都未搞得掂，点理得人哋咁多啫？你其实系咪一早已经知 Horace 同埋 Mona 两个喺埋一齐噶？唔知啊？唔知道？真系唔知啊？你真系唔知道？我都话唔知咯。食饭啦，今日喺公司啲嘢唔系好顺。我切咗啲苹果俾你。我出去啊！就算爱没有不对，就系咁。最后四个字苹果俾你在空气中飘荡，找不到一个可以接收的人，而显得有点凄凉。这爱即使不可一世，喂，你现在得不得我过来找你啊？就算爱没有不对，两心相向不去，你我偏分开这么远，但我始终会每日想你，想你。How can I tell you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相信，绝对的相信，人不死，情不休，缘分不可挡，爱绝不轻放。情无论再多远，仍在夜风中为你付千百千。 And here's a song I sing for you till we meet again. A dedication, a dedication to the one I love. Love Dollage K 爱上广播剧，爱没有不对。编剧监制林宇阳，制作 Carl Zero。Justin 饰演阿岛，力苏饰演阿华，阿花饰演 Mona， 伍乐允饰演阿秋，天娜饰演阿心，何子伦饰演 Susanne， 伊玲饰演阿 Bell，Eric 饰演侍应，旁白作为旁白。就算爱没有不对，两心相向不去，你我偏分开这么远，但我始终会每日想你，想你。人不死，情不休，缘分不可挡，爱绝不轻放。情无论再多远，仍在夜风中为你付千百千。 And here's a song I sing for you till we meet again. A dedication, dedication, a dedication to the one I love. 爱没有不对，你的真爱在哪里？爱多啲，爱上 LOVED。